兄姐妹，不管你现在的心情是高是低，仰望创始成终的主，将你的生命臣服顺服在荣耀的主的面前来敬拜他。荣耀，荣耀。
伸出大能双手，
接受，我们一起站起来。
来赞叹神的爱。Yeah.
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主，我们的心求你来保守，紧紧与你连接。主啊，不管我们在生命的境况下是在高处或是在低处，我们都不能够忘记我们是你所高抹的。主，我们要紧紧祷告与你连接，像彼得跟约翰一样，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事情，就是要将你的福音传播出去，就是要将你的爱不断地传递下去。主啊，在你的爱的里面刚强壮胆，传福音给被囚的人，传福音给困苦的人，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让所有的人都被释放，都得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爱的自由，都得到在主耶稣里面的爱的这样完全的爱，没有惧怕。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我们带着你的恩膏，带着你圣灵的能力继续向前。主啊，我们要荣耀你，我们要在你的光中不断的发光。赞美耶稣，谢谢耶稣已经得胜了，我们也依然靠着你来得胜。我们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，这样一起来祷告说：我的天天杯，我的天天杯，夜谷林高，夜之夜的家，你带领进行你天理，我的知识加你好管，下面我的国父亲亲我的老下面国我的人，我的传我的名字，要救我脱离害人，因为国关联应当拢是你所有，代代不尽。阿门。弟兄姐妹请坐，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。我们请读经的兄姐来带领我们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，我们三个来享受上帝的话。今天这圣经节在我读台语汉日本列王记下两章第二章一节到十四节。耶和华要用光烈的风接以利亚上天的时，以利亚甲以利沙对结家去。以利亚甲以利沙讲：“你请点食，因为耶和华找我去逼着你。”以利沙讲：“我只用我的耶和华甲你的话命来救抓，我无要离开你。”两人就落去逼着你，伫逼着你。
遐个先知个学生出来见伊丽莎，甲伊讲：妖花今仔日要处理个老师离开你去，你知无？伊讲是，我知。恁无出声。伊丽莎甲伊讲：伊丽莎，你请店家，因为妖花找我去亚历哥。伊讲：我只用我个妖花。甲你的活命来救助，我无要离开你。因就到亚历哥，伫亚历哥遐个先知的学生就近伊丽莎，甲伊讲：妖花今仔日要处理的老师离开你去，你知无？伊讲是，我知。无恁无伫出声。伊丽阿甲伊丽莎讲：你请店家。因为妖花找我去约旦，伊丽莎讲：我只用我的妖花甲你的活命来救助，我无要离开你。因两人就三个去，有先知的学生五十人去，远远徛伫因的对面，两人伫约旦河边伫徛。伊丽阿提伊的外衫卷起来，拍遐个水。水就分两边，两人行大地过去。过去了，伊丽阿甲伊丽莎讲：我要未受处离开你去，我要为你做甚物？你打着球。伊丽莎讲：求你将感动你的心，和我相分。第十节，伊丽阿讲：你所求的奥迪啊，总是我。受处离开你时，你若看见我，就要得到；若无，就袂得到。因得行得讲，忽然有火车火马隔开因两人，伊丽阿就坐光烈风上天。伊丽莎看见就叫讲：“我的爸啊，我的爸啊！”以色列的战车甲伊马兵啊！后来无阁看见伊，就摕家己的衫来拆做两爿。伊捡伊丽阿夹了落来的外衫，倒转去徛伫约旦河边。伊用伊丽阿夹了落来的外衫拍水讲：伊丽阿的上帝妖花伫达罗。拍水了后，水就分两爿，伊丽莎就过去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现在让我们用华语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。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二章一到十四节，请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，以利亚与以利莎从吉甲前往。以利亚对以利莎说：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莎说：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，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莎，对他说：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说：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以利亚对以利莎说：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莎说：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，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莎，对他说：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说：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以利亚对以利莎说：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莎说：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一同前往。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，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，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。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，用以打水，水就左右分开，
二人走干地而过。过去之后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我。以利沙说：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以利亚说：你所求的难得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，就必得着，不然必得不着了。他们正走着说话，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，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。以利沙看见，就呼叫说：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，以后不再见他了。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，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，回去站在约旦河边。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，说：耶和华，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？打水之后，水也左右分开，以利沙就过来了。以上，现在请一起观看教会消息。0932702385，打电话给他就可以了。好哦，大家的志愿都好棒哦。那说到报名，大家这学期的课都已经选好了吗？嘿，还没。Emma，你选了吗？也还没。不过呢，我想报名那个3月18号的领袖退休会，时间是呢早上8点半到下午6点。哦，我想要报名3月25号的代导学校，也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6点。哎，韩吉，你报名了没呀？你报没啊？我上礼拜就报了。哎，怎么没有揪一下？没有，心如帮我报的。真的吗？我想看一下就觉得。我现在就可以报了吗？现在报名不用打电话，现在报名只要在那个微杂志上面扫 QR code 就可以了。只要扫描我就可以直接网上报名。对，就这样子扫一下就有了。对，方便。那如果有问题可以问谁啊？问那个天台教会但是穆恩啊。哦，穆恩吗？对啊。那费用呢？费用每一个人100块，然后如果你本身自己有课本的话，就只要50块就可以了。50块，当天缴钱就可以了吗？当天缴钱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么方便、很方便的，超方便。那我们赶快报名吧。快，一定要报，一定要报。
那接下来老师要问问大家，平常有没有在听一些有深度的广播节目呢？我们都听 FM 89.1南都电台天桥之音广播节目，我都听早上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林牧师主讲的天桥之音单元。这个礼拜他要分享恩膏来自亲密的大能哦。这个礼拜真情相遇是你专访的耶，晚上10点到11点，晚上10点到11点，然后题目叫做食水变成酒，化苦为甘甜。有韩吉被专访耶，一定是必听的，对不对？超感人。好，一定要准时的收听。好，10点到11点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在韩吉的专访之后呢，11点到12点还有古典乐心灵鸡汤第138集。这个礼拜要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号交响曲《冬之梦》，还有韦伯的一小调号协奏曲，作品编号是第45号。以上是本周的消息报告，由三宝饭为您播报。我们来欢迎林牧师。好，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请你家隔壁人平安，愿主平安，跟咱三个同在。咱的教会长为王本福弟兄做一个告别礼拜，啊，伊本人的名叫做王瑞正，啊，或者王本福是伊改名改姓，啊，王就是讲伊姓王，啊，遇水则花，所以加3点水，啊，然后本就是大智若愚。啊，过来福的是心胸宽广，亲近台湾的大自然。了，伊个伊个查某囝嘛，好一个足水个名，有一个叫做河，啊，迄、那个河就是稻草。伊讲伊足爱台湾，所以连查某囝个名嘛，河做啊，真爱台湾这个名。真感谢上帝，昨看到足济人来参加告别礼拜。我开始。基督讲师就是好，即个来参加个别礼拜，人拢会通位头坐到尾。因为普通政治人物去参加即款的礼拜，拢是来啊，行一日礼啊，就离开啊，安尼吼。所以昨开始要敬拜以前，我就看到政治人物一直行入来，我看到一个王世坚，您知影吼？伊话吓，跟那个头像，伊行入来，我跟那个头像就吼。啊！我想要出去啊，结果坐到迄个所在，位头到尾拢无离开。啊！伫这个来的人的中间，嘛有我足爱，嘛有我感觉我心内足无多接受的人安尼吼。我看到名嘴来，啊，看到陈仲谋啊来，啊，陈仲谋看到我是甲我讲林牧师，我错一个，我见伊一届尔，啊，伊忽然间叫我出我的名，我才发现讲哦，原来政治人物特工爱背人的名，啊我嘛爱逐工背恁个名，啊！伊就讲哦，你拢无老，听来心情真好。因为伊老啊，伊行路即嘛是安尼行个，我也阁是安尼啦吼。啊！感谢上帝，就是位头到尾，因拢无离开。啊！提早离开个是一个人，一直看表啊。啊！我开始讲到伊坐伫头前个所在第一位，拢无离开，啊，一直看表啊。啊！看到尾啊，伊才离开。我知伊个心情，迄个时伊无离开，已经袂杀你。你敢知是安怎？是因为有一个兄弟要来啊，市长要来，所以伊无离开袂杀你。啊，迄什么人你家己想得知哈？一个人来就走，都是你看我的心境个内面咯。当然来有啊，有地方议员啊、有政府官员派来吼，咱拢爱安怎，拢爱听伊。所以时常咱的内面吼，无拄到大家拢会接纳啦吼。我伫讲有一个姊妹吼，啊，我伫电视顶看到伊吼，讲话有够来吼，我来听到伊讲话，我拢会安尼心中拢着要惦伊安尼啦吼。啊，我无想到讲伊来，啊，伊是拜五的来，哦，伊有够听王本鲁弟兄啦，拜五的来。啊，拜六来参加一个别礼拜，啊，佮送伊去加富贵南山。啊，总是我看到伊时，我忽然间规个人拢改变，你敢知影？改变哪来？
我伫我毋捌看到伊，第一界真正面对伊的时候，感觉伊有够细粒子啦，安尼尔，细汉，啊，佫吼比我想的佫较水，哦，迄、那个美貌，互我感觉震动我的心，你知吼？但忽然看到，啊，被他很大的吸引，所以我有感受到啊，上帝真正伫咱的心内做奇妙的工啊吼。啊，昨啊礼拜收了，因为家庭的人伊的。啊，那个王本如的三哥一直感谢教会啊，就是为头到尾弄个新的同在啊，从头到尾，我感觉上帝在锻炼哈啊，为咱的诗班开始啊，开始唱歌，我就感觉讲，恁的教会那会遐一人遐好唱歌啦吼，恁教会那会唱歌，我都唱卡，所以碰是拢二当人啊，长那遐好咧。我看伊袂晓车路诶，我拢足烦恼吼。我因拢只个咚咚咚咚安尼尔，啊，忽然间怎嘛声都变作水安尼啦吼。啊，当然嘛是爱跟俄罗讲，啊，当然足烦要诶琴哦，伊就无要安尼啊。总是还他妈还努力的，有坐伫遐啊个嘛啊呐，有样吼，啊有板安尼吼，我感觉个袂歹。所以啊，感受到迄个袂晓诶，怎拢变作搞诶啊？昨我感觉上帝真正伫咱中间啊，做一个足奇妙的工。当我伫研究王本福弟兄的时阵，伊是2013年才来信耶稣。啊，有一个机会，咱出来信主，然后伊就一直将十字架放伫伊的身躯顶。迄个十字架，伊用金链啊甲拍起来，啊，定挂伫伊的身躯，摕伫伊的身躯。等我伫2016个拄到伊个时，伊甲我讲，这个十字架，伊永远唔捌离开伊。啊，迄个十字架从来没有离开他，也代表着耶稣从来没有离开他。啊，伊伫感觉神是伊个救主，上帝是伊个救主。啊，所以啊，入棺材一工呢，我发现内面藏几样物件。第一个记号就是十字架，第二个记号就是圣经。伊将这个物件藏伫伊个内面。我看这两项物件时，我的心内吼怎非常的感动。我感觉这个人真正伊疼主，他真的爱主，而且他家人都知道经历到神对他们家庭的带领。今晚我看到这书的时，我有一个真深的感动，感觉这个人真正是疼主，阿妈疼这个土地啊，伊捌甲我讲啊讲。啊！伊那五万以后了，会通起来开始为上帝做工做团队。我捌甲笑讲，你若做团队，我就失业啊！因为伊吼，伊比我讲话更加厉害啦，煽动性更加强，所以可能我就怎无头路安尼啦。伊笑干的啦。啊，五万啊，这个家庭得到安慰，嘛通过这个家庭啊，咱对伊的疼啊，因为通开始啊，有一个来甲上帝面前。咱是上帝的家人，我有安尼想讲，一个上帝所呼召的人，唔是讲要得到永生。真侪人拢会甲咱讲，你信主得永生，安尼是对。我感觉这无多好听的讲事实，对信耶稣人呐的永生。啊，所以我慢慢想讲，那安尼的信耶稣刚死就好啊，得永生啊。师兄啊，看不是安尼念念啦吼，就是你讲起我信耶稣了后，耶稣会领在我的身躯顶，耶稣会祝福在我的身躯顶，耶稣所有的形象拢在我的身躯顶来显明。迄时阵我真是上帝的囝，我唔是干那对家己有责任，我对家庭有责任，我对社会有责任。所以你看历代的先知，你看伊丽莎。你看伊利亚，当伊受呼召做先知的人，因得尽甚么款的责任呢？尽一个宗教的责任，尽一个社会责任，尽一个天的责任。当时伊利亚受呼召了后，伊面对的就是当时的王，叫做阿哈王、亚哈王。伊去娶一个某，叫做耶洗别，伊开始去拜巴力宗教。耶洗别呢，将巴力宗教的祭司娶入来去巴力庙，因去拜拜。在内面，巴力庙内面有神女，就是妓女。啊，你若要解厄去迄个所在，跟妓女做伙，你有命就改变，将淫乱带入这个社会。所以当时的亚哈王是一个堕落的王，伊较罪恶亲近。亚哈王来就是要面对这款罪恶的王，叫伊爱悔改。伊无悔改，伊是就命令雨无落3年6个月。啊，最近有人敲电话问我，牧师，
最近拢无落雨，是毋是咱的王有罪啊？我讲我唔知道。咱的想象力较丰富啦，吼，咱想象力较丰富。啊，所以我咧想讲，哎、欸，今物你敢捌想过讲，今仔日伊利亚面对的是一个罪恶的时代，伊面对的是一个巴力宗教，伊面对的都是这一些百姓对了，伊要揣倒转来甲上帝面头前。你看伊的学生伊利沙所做的工课，唔是干那惊神者，咱一直看到讲，因拢惊神者，相背灵，相背稳定，相背福分，为利亚。啊！传了伊丽莎，他得到了双倍的恩典、双倍的祝福、双倍的能力。这物件要创啥？因为是你面对当时的阿哈王，面对当时的耶洗别，因为伫伊丽莎的时代，阿哈王加迄个耶洗别也未死，所以上帝就借着伊丽莎的能力，开始搁一届来叫当时的王爱悔改，叫当时的人爱悔改。然后有一个责任，就是爱护这个败坏的。亚瑟被死亡，你看亚瑟来到这个世间，伊要起做对面就会讲，伊叫人爱悔改，伊叫人爱悔改，叫人爱离开罪恶，叫人爱建立一个真有听的一个个体，建立一个真有听的社会。亚瑟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互整个的社会这个救赎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当你做基督徒的时阵，你袂使跟他讲我要得永生，你袂使跟他讲。主啊，你祝福我！你有一款呢属灵的责任，就是对这个社会你有责任，对救赎有责任。我袂使讲我做一个人，我对救赎无责任，就是我变来传福音来改变一个人，我变来传福音来救赎一个人，我变来传福音，让这个世间知影上帝是听，让世界上的人知道神就是爱。因为属耶稣爱咱，尽这个责任，就去做伊的新国的地面上。总是历史上有一个很要紧的步骤，你们要得到能力，你们要得到恩典，得到双倍的祝福。我知道得到双倍的祝福，咱就爱；得到双倍的能力，咱嘛就爱；得到双倍的恩典，咱嘛拢就爱。总是问题就是，我要哪得到？得到了我要创啥？得到以后我要做什么？今天最可怕的事是我得到这些双倍的灵、双倍的恩典、双倍的祝福之后，你展现你自己本身这种属灵的魅力。根本不是安尼，上帝是爱咱每一个人有这个稳定、福稳定的生活定了。你变哪去入去个社会内面，在你的职场上、在你的生活上去彰显神的荣耀。我安尼在想讲，今天一个人，你若要得上耶稣上不一定得个稳定，你也能看伊利亚甲伊利沙迄款关系。伊利亚的意思就是神是主，伊利沙是讲。一神是救主，差一点点嘛吼，一个是神是主，啊，一个是啥物？神是救主。那安尼来讲，伊利亚是刚才讲神是主，伊感觉一直讲上帝是一个主，是这个一切人的主。总是伊利沙讲啥物？讲上帝就是一切人的救主，这不太一样。一个是主，啊，一个是啥物？就是救主。所以咱所信的是救主，是耶稣基督。救主耶稣基督在我内面，所以我要进到这个社会里面去救赎这个社会。你们要 得到什么能力？你一定要得到神的能力。你看哈，你看圣经，耶稣他的圣经，咱同齐读看嘛。后来，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，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第一站来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。”又赶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一十二人怎样下到伯特利？来，你看第一站，你看第一站。好，来，耶和华要用更烈啊风，台湾话真水啊，更烈啊风，讲伊叫做旋风啊。这以利亚升天的时候，以利亚甲以利沙为对开始行，指甲开始行。所以兄弟，这个时阵，这个圣经册在写的是伊利沙已经服侍伊利亚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。他服侍他已经二十几年。伊利亚这边上天以前呢，伊利沙为子传伊为着开始行指甲。伊这四站代表迄个属灵的必要，你要得到双倍的恩典，你要得到双倍的能力。这四站是足要紧的啦，很重要的四站。什么叫做指甲呢？就是除去了所有的羞辱，除去所有的。罪恶，除去所有的不是，就是指甲的什么所在呢？就是某些传一些百姓
啊，进到旷野，因在个结界时，摩西解讲啊，咱这代人拢爱安那，拢爱啊，拢爱滚，就是滚吼，就是将查甫人的包皮拢爱切掉，你知吼？啊，我捌讲一个笑话，有一间师母甲我讲，伊伫迄个伫迄个金华路，看到一间专门店。伊安尼好，伊甲讲一个专门店，我讲什么专门店？伊讲有一个割包皮专门店。啊，我讲伫对，我唔捌看。伊讲伊带我去看，结果我去看是，唔是是割包专门店，挂包专门店。我差唔到这，我这差很多。我笑甲吼，感觉又够可爱啦。那个伊读字也好，我感觉读个拢定同款安尼啦。哦，跳来跳去。那么记载是甚物呢？除去了肉体的情欲，除去了这个世界的羞辱。你需要甚物呢？除去了肉体的情欲，除去了世界的羞辱，把这些羞辱拢除去掉。咱足侪人吼，唔知讲咱内面到底有偌济肉体的情欲啦？你读看嘛咧，好不好？啊，加拉太书第二章的地方，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所在，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所在，你读看嘛来。但咱当作他的，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过来，情欲的事是显得意见的，不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。过来哦，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。惊症、忌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，各来嫉妒。在古建有凶杀、醉酒、方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怎样承受神的果。你去读一概看嘛，你吼，你即马慢慢来读哦。看这物件内面，你有几行啊？吼，你看这肉体的情欲到底你有几行啊？你读看嘛来。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啊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如什么奸淫。污秽、邪荡，过来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忌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，过来嫉妒、凶杀、醉酒、方宴等类，有没有？再想一想，有没有？你个无要紧，你个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，去读看嘛了吼。你个看来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过来。装满了什么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增进，然后诡诈、毒恨，过来，又是残悔的、背后收人的、怨恨神的，然后呢，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，过来，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灵敏人的。哦，不过就是很好命的人啊！本来大家在读这些时候，讲为哪样好命命才这样？师兄，人家讲有肉体情欲的人都是这一种啦，都是这一种，怎么会捆绑呢？啊，那你想讲吼，啊，这物件我都无哈，师兄，咱拢加减嘛有啦，拢加减嘛有吼。咱教会有时阵囡仔足够有二胡嘛哈，啊，就啊有啊，哎嘛，你袂早顿啊，一长得无来有二胡啊，那啦，我就看到伊，啊，一个他们个安尼。个你金色的嘛哈，啊，一下是选到仙人岛啦。啊，最后你啊，有当挂一个耳环，你知哈？今麦在福建嘛，都总爱有绳啊挂一个安尼。我嘛尝试要挂看嘛哈，我是也无迄个胆嘞，因你可能挂的时候，你可能拢昏去，今日唔着教会安尼哦。啊，看到时我看，现在看到伊啊，啊个手吼个雕像，好来，只有两款的解释。你若不爱这个婴儿时啊，迄肉体的情欲讲，会讲啥？你长来不会来服侍，啊，谈门你个招牌。感谢上帝，你的手真正上帝给你显化的。你这就肉体的情欲嘛？感谢呢，肉体的情欲就这样表达。啊对不？啊，总是我唔想呢，我感觉这个囡啊，吼，伊长不来幼，一定有原因。你要问原因嘛？我讲少年的，你长来不来幼勤？伊讲长我到和尚来吼，啊我吼长去为上帝赚钱，讲伊去教人幼二胡，哦，安尼欢喜无？对不对？吼，为着奉献去教人幼勤嘛，那心内欢喜嘛，真欢喜。对吼，啊，我就甲问讲，啊，你手现在受伤，伊甲我讲吼，长怪行李，伊长一次早点，长有三倍的恩典在他身上，伊长做三倍，一工做一万，啊，长做三万，讲剁剁甲哪手受伤，啊，你欢喜无？啊你有没有发现到你的肉体情欲所表达的就是拒绝辱骂，有没有？啊你，当你进到真的圣灵里面的时候，你就会肯定这个孩子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这么肯定讲啊，那我当我会警示也查看也在给我这里，你在做怕片，真的很打片、啊。所以呢，我当需要那爱安静一下。你如果没有胜过肉体，
没有胜过的肉体的捆绑。你如果没有除去的肉体的权益，除去的世界对你的羞辱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再进一步，你没有办法再进一步。那么再进一步，你再看回头来看一下圣经，来，你看好，来，你读看看呢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耶和华差我往哪里去？伯特利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”你读到他这个来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你看，以利沙为了要得到上帝允许，改讲啥？我必不离开你。总是伊利亚在讲，你都要等就好啊啦，你都要等就好啊。啊，双倍的恩膏就会膏抹你啊。总是伊利沙怎么说？我必不离开你。我特别爱个在神秘派的人讲一个代志，你们每天都说哦，我等候神，你知道吗？某一条歌唱个叫我听，我等候耶和华，神耶。我等候啊，大刚刚听好要花一钢蛋、两钢蛋、三钢蛋，等下二十外钟啊，要搁哪？要搁等，等下像我这老话要搁哪？要搁你等。神都每天跟你同在，你就跟随他，为什么要等候呢？我讲你请过，为什么要等候？不是这样，你要得到双倍的恩典，就马上跟神说：“神啊，你恩高高抹我，我要紧紧怎样跟随你嘛？我要紧紧怎样跟随你？啊，我跟随你以后呢，你个狂号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怎样？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怎样必不离开你。啊，因此爱个伯特利呢，第一站是一定要除去世界的羞辱，把罪除去。第二站是什么？伯特利到底什么所在？是敬拜所在。亚伯拉罕到了伯特利的时候，开始设坛敬拜神，远离了世界。今仔日等你来敬拜上帝的时候，我感觉你。”一定要知道说这是一个伯特利敬拜之地，我要全然把自己奉献在神的面前，我要远离这个世界。一个基督徒他如果没法用敬拜的心赢过世界，你疼神的心跟疼世界的心，你在比较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到其实我们爱世界比爱神多，我们爱神也为了爱世界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常常 love God more, love world more， 我很爱上帝，所以我很爱哪，我很爱世界。真正我感觉，愈聚会吼，会愈悔改啦吼。较早听上对，拢个上帝啊，我最爱宾利，宾利你敢知影？哦，我上帝，你中意只宾利，我玛莎拉蒂，就我一嘛那个什么，就我爱只 P P 的表啊，然后，大家我祈祷先啊，唔怕你祈祷，我上帝，我要继续这个世间。我们好像每次的敬拜都为了得到这个世界，其实唔是呢。等你愈敬拜，愈入去个神的内底，就是你会发现到世界会远离你，你的生活就会被神所光照，被神所引导，被神所看顾。上帝知你的需要，也供应你的需要，你唔免得为着你的世界去烦恼。总是咱的目睭拢会去看到世界，和世界甲咱捆绑掉嘞，啊，叫世界甲咱捆绑掉。一讲，我一届，超七八年前嘛，我。信义伫美国回来，我甲仁义啊，甲伊啊去看我的师弟兄哥，啊然后啊为师弟走去德山要看我另外一个兄哥，啊伫早餐店时，忽然间啊，有一台 BMW 车跑车哪走出来，啊吼，跑赛跑车，佮关键佮无敞篷，哎，佮无挂是敞篷车，内面坐一个阿妈，地鬼的呀，我靠，这是咩世界？开一台变的，不是跑车，是敞篷车。啊，搁一个阿妈地鬼咧开台车。我讲哦，我甲主讲主啊，我老的时候也要这样。我在跟他修讲台，讲主啊，我如果这么爱世界，有一天你就开，我妈妈选择讲，我来开只变的是唱的马可罗的车库，我要去佚佗时挂目镜，挂一个帽啊，搁挂一个假嘴去，无人认捌我。啊！假设你刚才在我开台车时，你会不会跌倒？你也感觉我摇花脚摸摸。弟兄姊妹，那个敬拜的心，其实就是让我完全归给神，不是让我得到更世界更多，让我真的是进到伯特利里面，把我跟世界完全分别。来，你个看哦，你个看来，你个看下卡，你看圣经，你看圣经来。住伯特利的先知们
先知门徒们出来见以利沙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他说：“我知道。”你们怎样？不要作声，来啊，来啊！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我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”于是二人到哪里？耶利哥。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。那么呢，伊利亚讲，伊利亚对伊利沙讲，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。安尼就是因为基甲开始来个伯特利，家中有熟练的训练，那你生命的层次一定是这样的：先离开的什么羞辱，离开的世界，然后离开的罪恶，离开的肉体，然后进到与神同在的里面，你真正能够敬拜神，干不起来呢？然后单独被神所吸引，过来呢？然后你这样我都有能力去赢过什么？耶利哥代表着咒诅，代表着邪恶灵界的世界，代表着咒诅，代表着邪恶的世界。你有感觉今天今天来跟上帝面头前，我要离开世，我要离开肉体，我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单独跟上帝做会，目的是要创啥？咱受差遣，就是要跟魔鬼撒旦竞争嘛。一个基督徒思想活的，就是要做一个属灵的勇士。我提供一个很好的答案给咱。有很多人做生意做不好嘛，就开始怎样？看风水，有吧？然后算命嘛，干不是呢？然后呢，就解运嘛，对吧？吼，前世今生嘛，干不是呢？不去做过这些人，请你接受，不用客气哦。到底都唔敢也无要紧，你甲看哦，你问我捌去相命，我一世人捌去相两届，一届是我徛伫路边一个人相命，甲我叫去边啊，讲来你大家来，我相这囡仔，让恁看伫北港，啊，迄个人在个，迄个相命甲所有人讲，你甲看这个囡仔将来是大老毛。足伤害了，你知道嗎？够一届是伫台南医馆吼，台南医馆伫迄个太平间边啊，伫民生绿园。我看到一个，我讲伊相命偌厉害，所以我甲柯天仁、甲一个柯天牧师、甲一个一个另外一个蔡友传团队，讲下阵那个传耶稣，进入了。我讲哎，你咧读圣经哦，以前读更多圣经滴啊。我就甲问讲啊，你感觉圣经的道理？伊就甲我讲，你若要甲我讲话，50块。我讲现在50，伊讲我先跟你上了，再跟你讲啊咧。第一个上的就是这个柯天仁牧师，伊好看。伊讲哦，少年你有劳业之灾，过一当就来关啊。你知影？看我了，哇，你胃肠无好，等于水倒塞。哦，好恐怖！而且咒诅的能力马上进到你的里面。哦，等于要开始悔改，你知道？我的，你要三个人，你要150块去被咒诅了，你知道？哈哈哈！另外，我要跟你讲这样的，所以用基督徒不是讲来赎命解决你的问题，你去解风水不是解决你的问题，是你讲去我怎样的面对灵界对我的捆绑，面对祖先的咒诅，我怎么把它砍断掉？当你离开了整个罪恶，离开了整个黑暗，进到敬拜的里头，单单跟神同在，你紧紧跟随神，你今天活着就是为神在做征战，对邪恶征战，对咒诅征战，你不要怕。你今天生意不好，你就是宣告说我一定会好。你爱酸狗，你那个大胆的宣告说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必然丰盛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必然被祝福。你每天都祝福自己，祝福自己子孙的时候，所有一切的恶灵都会离开。我跟你讲，你莫惊庙啦吼，嘛莫惊亡阿婆啦。咱做阿妈上可怕是灵界吼，这灵界恶者伫你的心内。我看足多人经过亡阿婆，啊都哦牧师，我足惊，我亡阿婆哪有惊？伊也未阁起来啊。干啥呢？啊！就像经过庙，我就我都，我讲写的冲啥？我怎么会怕成这个样子呢？不是这样，就是我神就在我的里面，因为我知道罪恶都已经离开我，我知道我是属乎神的，我敬拜神，所以我来是要过得胜的生活。啊，虽然我知影我含万我崩塌，总是上帝给我地位在办嘛。我常常这样宣告，我常常宣告说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必然会怎样得胜。所以你要经过哪里？耶利哥，你咪看经过耶利哥，啊，你爱哪个对呢？你看来，住在
住在耶利哥的先知们就近以利沙对他说，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，你知不知道？他说怎样？我知道，你们不要作声。第六节来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而去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以利沙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赶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你看看，伊就甲讲，你莫对来哦。伊甲讲啊啦，我必不离开你。耶稣是不是甲彼得讲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问伊几解？问伊三个，问甲会还未？会嘛啊？伊利亚甲伊利沙讲爱还未？哎，就还啦。终是你必须要放下你自己，你要紧紧跟随。到最后一站是哪里？约旦河啊，约旦河。每一次讲的约旦河是代表什么？洗礼、死、完全的死。上帝用死人，是无家己的人。每次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不要反应太快，就是死了。我常就是一直自死自己，看到那个扣扣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神啊，自死我！我开始在转念，她太漂亮，她太美了。你知道啊？我一直想讲，要跟他讲话，哎呦，惧怕。我怕他跟他握手之后，他忽然之间，过了几天，他会在电视台节目上。我前几天遇到一个牧师，我就那种又怕，那又想前进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要怎么胜过那种感觉？你如果没有自死自己的心态的时候，怎么能够胜过他？你如果对事情反应太快，代表你还没有远离了你的肉体的情欲，你没有进到敬拜的里面，那个爱没有在你里面产生，你真的没有进到敬拜里面，你没有办法胜过邪恶，没有办法胜过邪恶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完全让自己死掉，没有自己的意见，没有自己的看见，只有神的带领。看你敬拜，我继续觉得开心。我真忙，那你告我一回又，那你看你敬拜，让我得到双倍的恩典。双倍的能力，双倍的祝福，我相信今年咱会比去年更加好。台湾的讲下下签，那是上上签。我感觉我们都活得很好。我在最后讲一个见证，我每年都有一个目标，我要做什么，我有一个目标，我就跟说神啊，我今年要赚多少钱？我要宣告我要赚多少钱，我要奉献多少钱。我都跟神说，神，我要摆在你的面前。我今年的目标，我相信到下个月就会达成，就完全。我给你稍微谈的钱，三个月就结束了呢。那神就是这样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只是看到什么？我看到神，我看到神国度的需要，我看到神的本身。我越来越少看到我自己的需要。你我嘛唔知啊，我未必傻，你知好？我那你想苦。有不行，我不行，那苦啊！利用的足听话，你去提钱啊，苦来给我。我在想钱啊，啥都有人来送啥给我。安尼好，也记一个安尼来讲啊哈。哎，所以我对世界上渴求的东西越来越少，但是神的供应就会越来越丰盛。这是一个奥秘。我跟公开哈，你对世界的渴求越少的时候，当你越爱神的时候，神的供应就会怎样？越丰盛。你期望着你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要领受双倍的恩膏，紧紧跟随神。请一个咱的天桥的歌手来唱一条歌。咱即马最夯的歌手是韩吉。你看啦、啊、吼，你看一个囡仔，伊老气球，伊讲伊嘛就想要娶某嘛吼。伊老气球啊，佮挂甚物？挂耳钩吼。啊，佮足可爱哈。主啊，我要跟随你，咱起你来迎。你的话点我心，当我无愿望的时，带我行过人生的路。你会听，你会听点我心，当我无外靠的时，予我愿望行落去。你的话。Thank you.
啊，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，我们要得到双倍的恩膏，双倍的恩典。我一早起来到你面头前，我要吃你的肉，饮你的血。主，求你将你的生命赏赐给我，让我有你双倍的恩典，双倍的能力，双倍的祝福。请咱丢落来陪伴咱的圣餐。主啊，求你给所有遐个姊妹伊伫一早起听到这个信息了后，我拢会努力要离开肉体的情欲，我们进到敬拜内面，离开这个世界的捆绑，我们得到你敬拜开达的阮生命，和阮通赢过世间的咒诅、邪恶的能力，甲邪恶对阮的压制。主，我们伫你内面得到自由。主啊，阮是一个属灵的战士，所以我们完全顺服你。主啊，会使去甲一间群去，从上辈的温哥哥我愿，通过这个圣餐，我相信你的画面要进到阮的内面。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！让你今晚请坐。这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打破的是，咱就安尼来纪念伊。耶稣讲，这是我所留的血。纪念我，因为这是伊所设立的信仰。这个饼是耶稣的肉，是这个葡萄汁是耶稣的血。今仔食伊啉伊的人，伊就要沾在咱的内面。今仔食伊啉伊的人，咱的身躯会产生一个变化，咱的身躯会成做属灵的殿。所有撒旦的困难拢要离开咱。所以恶者的气力都不会离开我们。今天吃这个肉，喝这个血的人，会为软弱变成公共，为怂恿变成不武。主，祝会使去的圣餐，欢迎所有心内有耶稣的人，跟我三个来坐这个桌。这是基督的身躯，这是基督的肉，耶稣的肉。我请问你，将这个饼放在你胸前的所在，跟耶稣讲：耶稣，我吃你，我的身躯要产生变化，所有的病痛要吃你。每天都要得到医治，我吃你，你的丰盛要进到我的内面，跟我吃你，所有罪恶都要离开我，咒诅要离开我，捆绑要离开我，跟我吃你，你就将你的活命赏赐给我，将你的能力赏赐给我，主，我相信我吃你。我正做一个属天的百姓，等我吃你的肉，你的肉就进到我的内面，我就要正做上帝的子。主啊，我要成为神的儿女，我真的要成为神的儿女。主啊，满满的祝福跟稳定在我的生命中间。阿门。
基督的身躯为着咱化出的，为着咱牺牲的，咱就安尼来纪念伊。那三个来吃这个饼。主耶稣说，这是我所留的血，是我所设立的信仰，你们这个饮的时候就这样来纪念我。吃这个杯纪念耶稣，耶稣的血要流到你的内面，伊要改变你的生命，改变你的命运。这是耶稣的血，你进到你的内面，予你充满信心，予你看到人生是何等的美丽甲盼望。这个血进到你的内面，你要相信。你会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会成做一个属灵的道士。你知影耶稣听你，你会经验到耶稣要带你建立一个真水的家庭，耶稣要带你建立一个真水的社会。但姊妹，这是耶稣的血，耶稣的血，当你临的时阵，伊会压盖你、压榨你、会抹你。予你整个人拢伫个保护的内面，撒旦看到这个火就撤退。你每一天要靠着耶稣的保护来得胜。姊妹，我真望你对我记得一句话讲：靠着耶稣的保护，我过得胜的生活，我过丰盛的生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是基督所留的保护。那三个来享受这个会，耶稣啊，求你的灵运行在我的中间，我完全知道你跟我三个弟弟弟兄姊妹深深的呼吸，你发现你的捆绑已经在套绑，你发现你的病在医治，你相信丰盛要进到你的内面，你要看见上帝的手永远压榨保护你，伊要保守你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耶稣奉你的名，灭绝所有一切撒旦的困难，离开我的兄弟姊妹。奉你的名，灭绝所有的病痛，拢离开我的兄弟姊妹。耶稣奉你的名，灭绝颂扬，离开我的兄弟姊妹。奉你的名，灭绝所有消极的意念，拢离开我的兄弟姊妹。我的嘴要讲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满满感谢，满满阿罗。在这时阵，我嘛要奉献金钱在你面头前，我伫接纳我的奉献，我相信我的奉献，拢有上帝。丰盛的稳定，百倍修行在我家庭的中间。我们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的奉献，兄弟姊妹，你若第一次来到教会，请你免挂意这个奉献。
天父，感谢你，让我们有好的敬拜，也感谢你，让我们有好的稳定和祝福。我感谢你奉献金钱面头前，愿意来接纳，也愿意拍开天窗，变福气在我们家庭的内底。也祝福今天所服侍你的人，因拢要有双倍稳定的福分。来祈祷，可以所祈祷的名，阿门。那今天有两个新的兄弟姊妹在跟咱的中间，一个是黄秀新姊妹吼，一个欢迎来，黄秀新姊妹吼，另外一个是郭莹莹，姊妹，哎，欢迎来，咱长这个是好的，今天是海吼，好个海足见到会显明。张是活的，今天可能安怎，可能会死吼，多照顾自己的身体。咱教会的兄弟文雄，礼拜五暗开始来教会去服侍，即个 PA。我七点来时，伊甲讲牧师，我做一个嘉宾，几个人拢唔对。我讲你唔是，你是几个人花白，你来歪看医生，你赶快休息啊！伊责任心够足重诶，伊就家己搁去咧稳定去做迄个伊爱做诶 PA。另外有一个当工，就是一个当牧师诶囝，甲伊当做伫遐服侍。忽然间伊怎昏去？昏去了后，阮就紧来带伊祈祷。伊迄个呼吸越来越安那，越弱，到尾喘一个气，怎点起啦吼？伊叫一个医生甲急救，嘛无啊多。要送去高中去嘛，救袂回来。然后才知影讲，伊拢定熬夜，伫迄下晡，拜五下晡开始就开始发冷汗。所以请咱逐个人莫熬夜，嘛毋好真固执，小可破病就安怎，爱看医生吼。你知影吼，台湾是医疗上好的国家，你知影吼。所以你一定爱看医生，毋好发冷汗，佮讲不要紧，上帝甲我三个同在，性质矛盾诶。哇，你得足麻烦啦，然后啊，过星期天我感觉足唔甘哦，他一直在服侍上面，伫关键的服侍啊，有点感动，点起啦吼。看到伊的爸爸是一个老兵，已经未无多听到嘛，无多讲话，妈妈嘛未惊咯。出来这个有一个哥哥，从来没有见过太阳，关于来的，还有一个生一个囡仔，佫是有甚物问题，伊太太太严格，阿妈无多工作，你知影吼？我听起来吼，我感觉唔知要怎去表达迄个疼啦吼。当然教会要有爱的责任。总是我鼓励咱吼，生病的时候一定要看医生。你知道，你如果不知道怎么看医生，打电话问干事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哈，你莫问我哈。OK， 好，请咱大家人吼，为了文雄来祈祷好不好？我们花一分钟来为他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为文雄祷告，让他真的被爱所赤摸。他爱你，也爱教会。主啊，让爱就在他的生命里头。我知道他肉体已经死亡了，但是他灵魂已经到神的面前。爱他的家，爱他的太太跟孩子，爱他的爸爸妈妈，让他们都有一天都能够经历到神的大爱。神啊，让我们用爱来保护这个家。神啊，祝福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的名， Amen。 呀，请咱起立来进行的祈光。祝我兄弟，我心内好点光亮，你所从。心像花，
咱来大声喊话，七声哈利路亚！万主耶稣基督恩典，上帝主爱，圣神的感动，感恩众人三个地带，为这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谢谢，让别人来避讳。